今天我来到了这个七里渠工业园，好像这里是。然后我在地图上看见这儿有一个古刹——观音阁，我过来看看。结果到这里之后，发现这里锁着门呢，进不去。这地方拆迁了，很多地方都已经拆了。你瞅瞅周边。哎呀，进不去，就在外边看看吧。这个是在地图上看见的，然后我说有时间过来看看，结果发现进不去。看看，从这儿看看里边吧。四周还种了竹子呢。这个庙应该是后来翻修过，那挺大的，还是进不去，可惜。还在这里发现一只小白猫。跑了，跑了，跑了，跑了。这个关庙这里啊，周边都拆了，拆了七零八落的，我看。啊，就到这儿吧，反正也进不去。走了走了，进不去。